人子最好的孝顺。父母养育我，为我成了家，竭尽全力好好照顾他。有很多的老人，孩子养大在外成了家，父母让一旁，几年不回家，仿佛今生就没有爹妈。父母们年纪大，鬓上染黑发，操劳一生真的不容易。照顾好他们，多陪伴他们，孝顺父母是我们的责任。就没有爹妈。